他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。来了来了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低落的时候，甚至他高中跟我告白被我拒绝，还笑笑的说以后一定会追到我。骑车我就30分钟就到了。屁呀，真的啦，不止30分钟吧？敢一定30分钟，30分钟以内。他其实从来没有30分钟到过台北，而且他骑车很慢。我在想啊，他说的那个30分钟，应该是他一天在踏入台北这个步伐总是很快的城市前，让自己放慢脚步的时间吧，有点像是冥想。好了，上班加油啦！好，好啊。啊，咖啡。先欠着。好吧。先记一杯。确定不要哈？不要。Okay, 好了，拜拜。好。你如果换汽车，我就跟你在一起。我不要。再说一次，你不要。我不要啊。换车是会怎样啊？风吹雨淋，那么累干嘛啊？这我的生活，你管我？我们不会成为别人理想中的样子，但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。